Hello， 大家。我们今天到 Vegas 要去坐直升机了。那为什么在云霄飞车这里？因为我们带了一群团员，我们要先去做点暖身。有人很怕坐直升机，那我们决定用云霄飞车来帮大家暖身。哎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！欢迎来到 Tesla Tuesday。今天的苦主就是教练跟暴嫂，他要跟我们一起玩 Vegas。不是苦的，对他来说才是苦的。我看到我就想尿尿。明明想要来带他玩，结果他不上去。好了，希望我们这集 Vegas 可以玩得很开心，然后教练可以跳脱他的舒适圈。Let's go！ 还没吧？还没，还没啦。好炫！I don't wanna die young, don't wanna get old, and stay so warm that my heart gets cold. So tell me there's a reason or something upstairs. And tell me they've been seeing what's going on down here. 'Cause I get to feel sad.And I miss my mom and dad. Why is it so hard to tell them that? When you get to a certain age. 你那个女生直接买 Unlimited Pass 哎、欸，对，好酷哦！因为我从头到笑到尾，我也是。你们两个从头笑到尾。好玩吗？好玩，很刺激，笑到快没力了。准备好了没啊？哇！哇！突然不知道要怎么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，但是最初最初的初衷就纯粹。想要看到教练串流而已，你要去可以看到非常漂亮景点的一趟要坐半个小时吗？半个小时的摩天轮 The Link Vegas 的超级充电站的旁边，所以就是你来充电无聊，然后就上去晃一圈这样吗？Let's drive to Vegas. What's the stop? Just wondering. Take this freeway until it ends. I know I'm crazy. But so are you. Let's drive to Vegas. Let's drive to Vegas. Wow. 对，我们已经来到最高点了，然后直接看到 Bellagio 的水舞，各位。Gas station coffee in the console. 这要看不到。好，这一对很碍眼。碍眼。相机烧坏了。来，换你们来来。哇！人生不用那么自恋。哈哈可爱哦，车车在那里。召唤，召唤，召唤啊！翅膀打开呀！好可爱哦。是不是一定要来一下？一定要，尤其是那个超美，真的哦。就是一边可以看到那个漂亮的球，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整个 strip 上面的所有的饭店，还看到水舞，真的觉得超幸运的，超美，超美，超美。我是觉得应该很浪漫呐，但是如果你的玩伴、你的朋友刚好很疯的话，也是蛮好玩的啦，笑到病鬼气。好，下一站哦，这是我们跟球最近的距离啊。Unbelievable！ 大哦！天哪！超大的哎、欸！这好像苹果的那个、那个 logo。23
23亿美金哎、欸，23亿，哇，还有人在那边站在拍哦，哇塞，哇，真的好大哦，天哪，从侧面拍比较，这个应该要进去，这么进去对不对？有围栏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要拍的话，太震撼了。500尺外看，你电视上看是一回事，当你人就站在这里的时候，各位知道这个场地的第一个表演是什么吗？9月底 ，YouTube 天团在这边开唱，哎，让我更期待 Maroon 5、Coldplay， 还有五月天。快，我们敲完五月天来这边开演唱会 ，Let's go。I left my heart in New York。She had brown eyes and she had 美国人浪漫，他都直接坐在车顶上，对，很扯。没想到我们可以这么近呢。那到美国就应该入境水署啊，在车顶上吧。他们很想要跑，他们都坐别人的车子啦。是吗？对，我也是坐别人的车。开放之前呢，这附近到处都是拍照的景点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停车场里面，决定让车车跟球球合照。抓给我，抓给我，全部都抓给我！这么开心？当然，开心死了。所以这个莫名其妙的超充站就成了女孩们意外的打卡景点。记得哦，就是站在航线下面，没错，然后你的手就可以摸到飞机。来结婚，有人来结婚，好可爱哦！虽然我们在买票的时候已经量过一次体重，但是呢，你现场来之后，他还是要再确定一次你全身的重量，包含你要带上去的东西，所有背包、相机、任何东西，因为有可能你当天吃了很多buffet，就变重了，对。所以还是要再量一次。其实所有相机都可以带上去，大相机、小相机，全部任何相机都可以带，手机都可以带，所以我觉得超棒的。No, but first time. Their first time. you are the pilot. Who's going to sit by the door?什么感觉呢？刺激啊！第一次哎，当兵都没有做过什么事情，当兵没有做过什么事情。冷气耶！你现在想尿尿是正常的。哦，我们要起飞喽！哇哇哇！怎么有点晃啊？我们要起飞喽！Just wondering this, take this free.
已经从最北边要往回来了，现在这边这个就是 Circus， 然后前面是 Resort World， 你可以看到 Conrad 还有希尔顿，超漂亮的。已经的 Queen， 还有 Encore 跟那个希尔那个大球，超漂亮的。Oh, Trump。天哪，这一切！哪里接他？漂亮哦 ！Cosmo， 这一切真的是太美了。这是 Park MGM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，你看那个 New York New York 都有边这么，哇，有点像像 T-Mobile Arena。已经回到时钟界还有金字塔了。感觉这个 Rap 快要结束了，我天哪，非常漂亮啊！Cherry on top. I've got this feeling.